24日，据媒体爆料称，新生代唱作人汪苏泷将登上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，并放出海报。海报中，汪苏泷帅气十足，释放少年感。对此，网友们纷纷表示期待，哇哇，有汪苏泷，超级期待这位唱歌好听、有才华的实力创作歌手，期待我们的小王子呀，好期待汪苏泷，他的歌都好好听，为汪苏泷打 call。 据悉，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将于2月8日播出，届时优酷也将同步播出，别忘了锁定优酷哦。